娱乐圈中明星夫妇的互动总是备受关注，而傅辛博和允儿这对夫妻档更是其中的焦点。近日，允儿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系列关于傅辛博的趣味动态，被网友们戏称为专门黑老公赛道又添一人。这些婚后的迷之操作不仅让她的老公傅辛博哭笑不得，更是看待了一众女星。傅辛博和允儿自公开恋情以来，两人之间的甜蜜互动就备受粉丝喜爱。然而，允儿近日在社交媒体上的一系列操作，却展现出了夫妻间另一种趣味横生的相处模式。她通过幽默诙谐的方式，分享了傅辛博在生活中的一些小趣事。这些趣事虽然带有黑老公的色彩，实则充满了爱意和幽默感。这些动态发布后，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，允儿的这种黑老公行为不仅没有引起负面效应，反而让人觉得夫妻二人之间的感情更加深厚。同时，允儿的这种大胆直率的性格也获得了很多网友的赞赏。女星们在看到允儿的这些操作后，也纷纷表示惊讶。她们认为允儿的这种敢于自黑和黑老公的态度，展现了现代女性独立自信的一面。同时，这也反映出傅辛博对允儿的包容和支持，证明了两人之间坚实的感情基础。随着事件的发酵，傅辛博本人也对允儿的这些动态做出了回应。他在一次采访中表示，对于允儿的这些趣味动态，他不仅不生气，反而觉得这是一种夫妻间的小情趣。他认为夫妻之间的相处就应该充满欢笑和理解，允儿的这些行为正是他们幸福生活的一部分。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于夫妻相处之道的讨论。许多人认为夫妻之间不应该只是相敬如宾，更应该有相互理解和支持。允儿和傅辛博的这种相处模式为公众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，让人们看到了夫妻关系中的另一种可能性。总的来说，允儿在社交媒体上黑老公的行为虽然看似戏谑，实则充满了爱意和幽默。这些趣味动态不仅让傅辛博本人哭笑不得，更是看待了一众女星，引发了公众对于夫妻相处之道的深入思考。我们期待允儿和傅辛博能够继续以这种趣味横生的方式，为公众带来更多的欢笑和正能量。